我走个亲吧。老师为我们讲几句话，掌声欢迎。谢谢，非常感谢各位媒体的先进们，各位女士、各位先生，还有非常感谢处长，非常感谢艺文营推广中心一直给我们剧团有这么好的表演的机会，而且让杨明哥的戏团成为多年的这个合作的驻馆团队。那我们也有很多很棒的得奖的作品都是在这里首演。所以呢，其实有很多朋友们一直很喜欢，就是之前我们平常城市舞台，现在是艺文推广处在这边来欣赏演出。那今年呢，这个孟婆客栈是剧团的第二档新戏，我们在三月份才刚演完《月夜行愁》，那今年的新戏算是一个这几年来第一次尝试的，就是真正的另外一种喜剧的呈现《孟婆客栈》。我想我们要打破，就是一般人对于听到孟婆客栈喝孟婆汤总是觉得应该是很阴森很可怕，反而不是这个意思哈。这个戏呢，其实到最后虽然是喜剧，可是到最后结束的时候，我想会带给各位观众朋友有一些形式的空间。很巧，比如说